好，各位伙伴，大家晚安。来，那个现在是晚上23:51哦。那个下午的时候不是下午，哦、今天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哦。那还好，都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的完成啊、哦。那今天晚上的时候呢，就这个，哦，就是。我们大二的日本朋友真的很倒霉哦，就走在斑马线上被台湾外送机车撞到，然后右脚踝受伤哦。礼拜二的时候，哦，礼拜六晚上开完票的深夜，他在桃园火车站附近，啊，然后那时候没接到消息啊，但是宿舍那边接到消息有一些情况，我到礼拜一早上才接到 email 才知道哦，所以也要检讨一下自己当班导师的没有第一时间被联络。那礼拜二带他去回诊啊，问医生，医生说他可以回日本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好，然后就今天我就送他去机场，因为他有行李啊等等出入的时候不方便等等的啊。然后还有那个香港航空在台湾是那个长荣航空代理的，协助这一块，我们到 Terminal 2二航下到25号登机场。好，然后呢就进入，因为是坐轮椅，就整个走进去。他出拐杖可以慢慢走啦，但是坐轮椅还是比较方便。好，那有那个地勤人员协助把这些东西都完成，真的是很感谢航空公司。好，所以呢，祝大家。我是觉得有点在日本、哦、那个习惯了、哦、他们在台湾都不晓得台湾的驾驶人是禽兽、哦、披着人皮的禽兽。好，当然这次是谁肇事的我不太确定、哦、那我也不多批评，只是我自己回台湾16年17年，到2023年年中之后才发现台湾会离浪。我在桃园、哦、听说其他地方不会、哦，很简单，因为5月份发生了于小妹妹的死亡事件，台湾驾驶人、台湾用路人，就是披着人皮的禽兽，忘记自己是禽兽，真的，我没有说你去切换不同地方去感受一下先进国家的状况，就好来不批评啊，来，我们是在讲解化学考题的啊、哦，好来那个这边的话呢，那个来我们来看这个。那个碗类的话就是 all can， 哎，抱歉，我发音是那个台式发音哈，一般可以加 s， 可以不加 s 哦。好，来，那这边的那个 C 类叫 all can， 好，所以 a n e e n e 这个以后要记哈，记了。好，再来醇类 alcohol 都要背，好 ，alcohol 可以加 s， 这个可以加 s 哦。分类 phenol。好，然后全的 aldehyde， 好，那个同类 ketone 这几个字全部都要背 ，ketone 可以加 s， 可以加 ketones 啊，这个 OK， 芳香或者 aromatic rings， 好，那 carboxylic acid， 好，那个羧酸这个字也要背 carboxylic acid ester。脂类，好，脂类，重来。好，那个酰类 amide， 加复数也可以，好，这个字要背。氨类，那个 amine 或 amines， 这个看情况单复数。来，那接下来再来画它的那个结构式哦。乙烷的结构长这个样子。乙烷呢，它是两个碳。好，那我自己习惯先这边画完，对不对？这边是 H。好，那乙烯哦，抱歉，那个笔的解析度不好啊，我写字又难看。乙烯是这样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可能好一点。啊，你说为什么这个是上面的乙烷是画成那个样子，下面是乙烯画这样子，因为其实这个意义的哈，以后你会知道说，这个地方是120度，这地方120度，120度，好，所以故意会画成这个样子。好，再来画甲醇，
甲醇的话是碳一个 OH， 这边 H3， 好，那也可以变成这个也可以哈，那这个两个都可以的话，我都会给对。本分，好，就这样搞定。好，乙醛。两个碳是乙，然后醛本身就是 C double bond O 加一个 H，aldehyde， 这是 aldehyde。来，再来，丙酮长这个样子。丙酮最关键的是这个，这边是碳，这边是碳。好 ，H 的时候呢，我会这样子写。OK， 好，再来甲苯，芳香烷里面例如甲苯。对不起，这个问题，好，不要吐出去啊！好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手写板写的就不好看哈，这是我的问题啊。在乙酸，乙酸的话是乙两个碳，这边是 C O double bond O H C H 3。好，那乙酸乙酯跟这个很像哈，乙酸乙酯和这个很像，就是。乙酸重复上面这个结构，好，哎，这边暂停喽。好，抱歉，我这边画的不好看哦，就是。这边是 C， 这边是原来乙酸的结构的部分，这边是乙醇的部分，所以呢，乙酸加乙醇叫做乙酸乙酯，它是一种酯类，它是一种酯类。好，那这个是氮氮二乙基乙烯胺，好，那也就是这边有两个乙基是接在氮氮上面，哈，这个不好意思，氮氮不是男士男性那个氮氮哦，这个。Nitrogen 叫做氮氮。好，那乙烯胺本来乙烯胺长这个样子，好，这就是乙烯胺。抱歉了，这个，哎呀，好，那今天呢，它这个地方这个氢本来可以画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乙烯胺哦。好，那现在它的氢不见了，变成乙基代替。好，变成乙烯代替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子写 C2H5 C2H5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毕了哈。这地方就是相当于我们原来的这个地方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啊，这地方没有问题的。好来，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来 glycine 的话，我先用那个标准画法，它本身是。好，这是一个画法哈，然后因为它没有强调是 D form L form 的话，那我们用一般我们最常见氨基酸的画法哦。对不起，这边是氮，这边是氮。好，这边的话，这样的画法是这样是 OK 的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先影片先切断，我们准备讨论下一个地方。